是翁立友的《天涯》，非常有感情的一条歌吼。之前都想来学，好不简单，今日来学起来，甲大家来分享。我即卖的原则就是一条较新的歌，一条较旧的歌，一条较新的歌，一条较旧的歌，安尼先从穿插起来。我学新歌的那个时间才不会太久吼，这样子的话会占掉我很多很多的时间哈。虽然我很想很快的都把新歌学起来，但是呢，这样子会用掉我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哈。我可能怕时间不够用，所以我就会找一首新歌，找一首旧歌，找一首新歌旧歌，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子频率起来的话，我可能会配合起来刚刚好哦，不会觉得自己唱歌是有种压力哈。我不想要这样，既然是兴趣，就不要把它当成压力是哈，就是这样子哈。这首歌呢是 Only 有情哈，跟着听呀哈，很有感情的一首歌曲哈，我们不喜欢的。那我再给耳起来，来跟大家来分享哈。这条歌呢，我唱的是女生的 GM 几字号哈 ，GM 几字号哈。这条歌呢，就是我第580条，不是第590条，拍摄第590条歌感动的歌，因为我头顶写580啦，唔对，590首哈，第590首不同的歌曲哈。很高兴已经跨到590了哈，590很快，在10首歌就600首大关哈。非常的想要赶快看到那个数字哈，但是没关系，因数夸班加运动夸旺哈，不要慢慢来哈，反正我每天都会持续的哈，持续的唱。
感恩一定业者呢一路的支持哈，你们的支持哈是我持续的动力，为喜欢唱歌的自己呢哈，还有喜欢听我唱歌的朋友们多加油哈，将一些不同的歌曲放到上面去哈。还有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新朋友，如果你们喜欢我频道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哈，也可以留言想听什么歌曲呢，我再尽可能的学起来来跟大家来分享哈。唱歌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哈。你一开始那个卡拉 OK 开下去的时候，说真的，你喉咙还没有开的时候，真的你唱起来就会有点卡卡给给的，你会觉得使不上力，而且那个高音唱不上去，低音听不下去。我的习惯呢，我个人会去喝多一点点的热开水，让自己冒一下汗。站起来的话，我都觉得我的毛细孔开了。但是你要穿长袖的衣服，不要让它着凉。像我现在，我是开冷气，但是我喜欢穿长袖的衣服。这样子的话，保护我的喉咙，还有保护身体，就是让毛细孔不要，就是开那个很快的那个热气就被风带走。这样子的话，唱起来的话，等一下又会不舒服。所以呢，我的习惯就是我喝一杯热开水，身体让它热热起来的话，你力气出下去的时候，你会那个冒，那个汗会冒出来。站起来的话，就觉得喉咙就开了哈。但是一定要注意保暖，要注意保暖，喉咙一定要保暖好。所以我都对我穿高领的。穿个外套，站起来的话，站起来就会非常的舒服，而且会越唱越好唱，越唱越有力气，越唱唱起来就越高兴，就唱起来喉咙越来越开，非常的到位，而且根本也不用降低，不用什么，非常。朋友们不妨试试看，就是一杯热开水喝下去，喝多一点的热开水，那尽可能的去上厕所没关系，但是就是要保持身体的热热的，站起来的话，唱歌就会没有什么问题了，来就好。OK， 我们下一首歌再见，晚安。拜拜，感恩，再见，再回来。